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到帮人嘅灵命啦，大家记唔记得我讲过第一点讨神喜悦系唔难嘅？有冇印象啊？嗱，帮大家去谂翻，能唔能够讲得翻一啲要点出嚟？点解讨神喜悦系唔难咧？同埋呢样嘢对我哋有咩帮助咧？有冇印象啊？记唔记得乜嘢嘢系？点解我哋可以讨神喜悦系唔难嘅？由悔改開始，悔改又會怎樣啊？你想到可以大聲回答的，悔改天上就怎樣啊？開心，是的，天上為我們歡喜了。所以就是說呢，就算他犯很多罪，他一悔改呢，神就不是計他犯了多少罪，神就說你悔改我就開心了。所以犯了罪我們就認罪，神真心想離開罪，神就歡喜了。好啦，咁講到親近神，聖經話乜嘢啊？我哋親近神，神就點啊？親近我哋，又親近我哋，同埋咧時時喺耶穌裏面就點啊？常在我哋裏面，佢就常喺裏面，並且會點啊？呢、這個人就會多結果子。嗰啲果子邊度嚟咧？聖靈，係啦，從聖靈，就係神住喺我裏面啦，聖靈住喺我裏面。咁即係話咧，神住喺我裏面咧，佢就唔會住喺我裏面唔做嘢嘅，佢會做嘢嘅。他就會令到我們產生果效，即是說神就回應我們親近他，即是他，我們親近他，他不會沒有反應的，所以不難的，你只要真心，耶穌說我需要你，求你幫我吧，多謝耶穌，他就開始做工作了。譬如很簡單，那個瑞利去到祈禱，他祈禱是不是很厲害？那個瑞利去到聖殿那裡祈禱，他只是說什麼呢？他抌心口，他說什麼？神啊，開恩可憐我呢個份嘅罪人，即係就係咁樣啫喎。但係神咧，都喜悦啦。咁原來神就唔係話計較我哋講得幾優美嘅詞語啊。有啲人以為哇，有啲人好叻嘅祈禱，哇用好多優美嘅詞語，嗰啲人係咪一定係祈禱最好咧？佢用好多好靚嘅詞語嘅，哇啲詞語咧靚到不得了。嗱，佢可以係好。亦都未必一定係好，因為重點唔係佢用咩詞語，重點係佢個心靈。咁啊，心靈係有啲咩質素，神就中意啊？心靈誠實。心靈誠實有啲咩質素添啊？心靈誠實。用心靈敬拜。敬拜佢啦，係咯。讚美。讚美佢啦。公義。公義嘅，即係意思佢有公義嘅心係嘛？想。憐憫。有憐憫嘅心嘅。愛啦。愛嘅係啦，即係話跟從聖經嘅方式。總之我真的想耶穌祝福我，我真的想跟從耶穌，神就歡喜了。原來這樣祈禱神就喜歡了，不是一定要做到多好。當然我可以進步的，那進步呢，我們今天講到心靈誠實敬拜，記不記得那幾點啊？靈與魂，魂包括什麼？心思，心思意思想，感情，意志，意志，感情，思想即是什麼？思想上去敬拜神，即是什麼意思？成日想著耶穌，默想耶穌，是想著耶穌，那思想上認同什麼呢？認同真理，認同神是最好的，最對的，真理是對的，聖經是對的，就是個思想。所以在個敬拜時，神你是最好的，神你有大能的，你可以幫我的。咁嗱，呢個思想即係喺總之喺親近神嘅時候都係呢種思想嘅意志啦。就係、是、咧，就係乜嘢啊？信心、信心、信心啊！我意志要堅定。OK，OK。嗱，意志咧即係嗰個親近神嘅決意啊！決意，決意啲乜嘢咧？決意神係乜嘢都得嘅。係啦，決意。凡事都能。是的，我決意信靠神是最好的，我決意聽神話是最好的，遵從即是決意，即是我立心，我選擇方向，我立心跟著神，我決意聽神話。我來說呢，我決意臨到死的分鐘我都會祝福人，如果我當時有能力的話，如果我不能夠說到話，我的心祝福人，即是我的決意，就是到我死的我都不會退休的，到死嗰日，即系死嗰阵咁啊，世上嘅退休啦。在天上咧，圣经有讲过，佢话咧，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喎，即係啲神都有侍奉嘅喎。咁、但係地上嘅侍奉咧就停止啦。我決意聽曬神話，就算咧幾困難都好，就算我行唔到有一日行唔到，咁我坐輪椅去講道，即係呢個係我一早決意咗嘅，就係話就算咧我逼迫要死啦，俾人哋要鞭打，要用酷刑啦，但我都會堅持咧信靠神，倚靠神。嗱、當然。在那個時候呢真的需要力量的、而我相信神會跟我講嘢，那我決意跟從神、感情呢是怎樣思想意志感情想讚美神學慕中意神中意神是沒錯好喜歡他喜歡他即是你喜不喜歡你最好的朋友啊梗係中意啦！你最好朋友如果走咗，你會唔會唔中意啊？好想梗係會，希望唔會想死啦。即係你會傷心，傷心，會傷心。即係我哋會珍惜人啊嘛，係咪？咁神點解我哋應該珍惜咧？嗱，而家我係幫緊你哋去記憶翻啊。點解有咩神有咩地方令到我哋可以咁中意佢咧？好多方面喎，係啦，佢愛我哋啦，有好多方面嘅喎。教導我們其中之一教導啦，即我們本來不聽話的神教導我們聽話，還有些什麼他喜悅我們喜悅我們神即是我們真的做什麼對他就喜悅了還有些什麼他為順從順從就是我們的反應順從是我們的反應但我們喜悅神為什麼喜悅神我現在問為什麼喜悅神赦免我們的罪雖然我們這麼多罪但神都赦免我們即是神不計較我們犯了多少罪我在台上有說的很多時候我說有些人說哎呀我不覺得神愛我我第一樣說什麼大家容易明白的你喜不喜歡吃東西、你有發覺有很多種好吃的東西因為神創造是的神創造這麼多好吃的東西即神給我們一起神特意弄這麼好吃的東西真的你想吃什麼味道呢都有這樣的味道的又香的所以吃之前都聞一下先好多食物都好香的真的咁咧、神做啲咁好吃嘅嘢，仲有啲咩我哋睇到神嘅可愛啊？佢為我哋犧牲佢嘅啊！佢為我哋犧牲嘅生命。OK， 嗱，我哋可以講幾樣自然界嘅先。點解咧？因為一講到犧牲嗰啲，佢覺得抽象啦。所以我哋講下啲人可以感受到、經歷到嘅第一食物啦。第二，你喜不喜意去到大自然界呢創造啲花草樹木啊，啲雀仔啊，唱歌啊，係咪好舒服啊？啲海浪聲啊，大自然。我一講海浪聲，你有冇個感覺好似有啲海浪聲？有，真係有。一下一重，係啊，重，即係好得意喎！嗰個節拍咧，係好令人舒服㗎，係嘛？係啊。所以咧。那些人有精神問題都好他如果經常在自然界那裡在海浪、在太陽之下玩一下、在花草樹木、看一些雀仔拍一下照片、拍一下蝴蝶、拍一下雀仔、動物、跟狗玩一下還有人和動物都有什麼情感是的有感情的那你可以跟他說你有沒有養貓養狗啊你回家裡的狗養貓有沒有反應的呢有有反應的一定有很開心的我們緊一份錢他已經很高了即可能知道他有很熟悉跟著他可能很開心完美跟著想你抱抱是的想一下即是動物和人都有感情因為什麼愛因為什麼愛呢神的愛神的愛因為神有感情所以他將感情放在人的裡面我們個人都想有感情的、想有人愛我們啦、想有人關心我們啦想有好的朋友啦、有好的家庭啦我們都想的即是說呢原來我們都想有這種、即是有這種有這種需要還有呢當我們找到一些好的朋友我們都會很開心是不是、所以呢我們就即是告訴人聽原來神是這麼可愛的所以你喜歡神呢神就很喜悅你的所以你一喜歡神呢神就歡喜了以神為樂神就什麼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同埋咧以神為樂，神就叫你承駕地嘅高處，所以唔難嘅。同埋仲有一樣咧，我哋有講到嘅，做一件最少嘅事，喺一個小子身上都乜嘢？不能不得上帝，所以討神喜悅係點啊？係唔難嘅。好啦，討神喜悅唔難係點樣幫人咧？有咩用咧？帶領人認識神。係啦，點樣用？點樣用？點樣用？即係點樣講法？大家諗唔諗到啊？嗱，譬如有個神好難嘅，你要跪幾多日去行，係咩要朝拜？幾多做幾多，你先可以去到佢嘅嗰個宮殿嘅周圍咁樣，譬如咁啦。但係神係咪咁樣啊？唔係喎。咁所以咧，可以講俾人聽點樣啊？好近嘅神。好近嘅，係啦。好容易相處。係啦。詩篇139篇第五節，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即係你就喺我周圍噶嘛。同埋耶穌喺門外叩門，聽個聲音開門嘅，我就進入去喺佢裏面。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所以神是很近的。嗱，你試下求耶穌啊！你親近耶穌啊，耶穌就祝福你啦。我又可以同你祈禱，你可以經歷到平安喎。神係咁真啊！呢個就係俾人讓人知道啊，因為要練習嘅。不如而家試下練習好唔好？因為咧點解咧？我講好多咧，你講完下一次又唔記得曬噶啦。咁啊，你而家同隔離一個講。你試下幫下佢，俾佢知道嗱，原來咧討神喜悅唔難，所以難。你即係當而家當幫佢啊一個，佢係一個基督徒啦，而家當或者你當係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得，你可以任你嘅，你可以選擇啦。咁然後咧，你俾佢知道啊，耶穌聖經講到咧，做一件小嘅事喺個小子身上，神都中意嘅喎。原來咧，你一揾佢咧，佢又開心到不得了嘅喎。佢係好容易討佢喜悅，而佢你討佢喜悅咧，佢又會祝福你嘅喎。咁咧你啊，即係你譬如你嗱做基督徒先容易啲嘅。咁你會唔會你有冇覺得好似同神關係好好難啊？啊點樣可以更加容易啊？咁嗱呢個咧係幫好多基督徒都可以嘅。即係有啲基督徒話：哎呀，我唔夠靈命唔夠好啊！我咧祈禱唔得㗎，我仲係有罪啊！我咧好多人都做得唔好噶，咁咧就硬係唔識得做 ，OK。